一下哦，让我暖个机哈。啊，好累哦，还在补习，先挂台。好，那我先把今天的记录档案先弄一弄。 感谢老居的50颗星星。来继续听我打哈欠。把爱困分享给大家。我好像这样错过晚餐了。 我的声音又太小声吗？奇怪。很奇怪啊。然后你听那个我的这几天的那个精华，有没有觉得声音特别爆？那时候就是因为你说太小声，我已经调大声了，结果声音还是爆，但是你们听声音又是太小声，好，暂停，关闭。啊，爆出来了，爆出来了，爆出来了。啊，我们要先附魔才对哦，保护。 好了，大概醒差不多了。小月安安、方如安安、恒宇安安、VIVIANLUA 安安、云轩安安、飞翔安安、紫山安安、恒宇安安。哇，那让我驼背了。潘思雨安安、优月安安、绿茶牛安安，还有谁？ 小马哎，不是海小马、啊，每次看到乔子都要想一下名字。哎、欸，忘记名字了，对不起。什么星？凯星啊，凯星安安。老巨安安，李赫赫安安。 韩文安安 ，TIONGTY 安安，李那年钱吗？安安，方怡安安，盛凯安安，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行得差不多了。丢。忘记睡觉前几等了，怪怪这个等级了。 哎呦！感谢海豚的20颗星星。我想，奇怪，怎么又驼背了啊？教主，对不起，名字很难念。所以你的名字怎么念啊？我念错吗？ 是李李谦吗？还是？把它去卖掉，然后这个带走，白色的床，留着干嘛？好。 我把我的那个椅子又拉高了一点点儿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你干嘛？跟我比身高。 抖内越多音效越大，哇！那耳朵早晚会爆掉哎、欸。那我耳朵很快就爆掉了。哎、欸，不行哦，刚发现完是不是越讲越小声哎、欸？等下太累了啦，对不起。我已经真的尽量振作起来，可是好累哦。 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的魂不守舍，黑夜白天。可是我害怕爱情有一瞬间，有一点点危险。 哎、欸，没方块。好，开始小小的分类一下。哎，木材。潘思云吗？我忘记了。 我忘了，再给我几次机会啊！所以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真的有很多人都尽量在记了。哎、欸、靠，你是什么？掠夺三。 掠夺三，你嘞？修补。嗯，就是风力士。 到底怎么获得2周年的？不知道哎、欸。Nick 吗？安安。没差，叫本。那你还是要跟我讲说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这样好，这样也不对耶，这样子我加个箭头好了。要洗这个吗？你拿铁。哦，默默。 因为我最近没有，我跟你讲、如果你最近有挂台的话，应该说有听台的话，你会知道我最近就是在找一个叫默默的人，我一直记不起来他是谁，但是我真的一直在找一位叫默默的。你问他们，如果你真的是默默的话，我找你很久了。 哎，我那时候有一直讲啊，谁是默默？记得默默一直找不到他，什么爆炸保护啦，哎呦，烦呢、欸。经理人、你问他们啊，我找超久的欸。全铁铲，傻眼，幸运、效率、耐久，我要修这把了，修一下，一修呢，1、2。 所以真的是吗？所以真的是吗？因为我有讲啊，因为 ID 跟那个太难认了。我靠，这什么？这样才2等，那这样22等，在干嘛？你真的是默默吗？我找你很久了。 你问他们，你问他，我连昨天都在问说，有个叫默默的，我一直记不起来他是谁，然后还是一个叫鱼鱼的。真的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就信我这一次。好。 我刚刚想说，对啊，他不理我怎么办？总还是斧头哦，有啊，至少效率耐久了。你不是啊？拿纸啊，每天都好忙哦，天哪！ 我差点做错，气死，吓死！对啊，忙碌欸。哎、欸，这边都交易完，好，剩隔壁。张，吸经验，真没经验，吸经验，没了。嗯，还要等白天了。 反正甘蔗机打开刮个1天又满了。啊，我现在耳鸣。因为我没有什么写记事本跟便条纸啊，因为就这样子，每次看一下，我记得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看一下记事本哦。这样子就觉得很没礼貌。我觉得这两个会最难交易耶，我还是觉得这两个会最难交易耶，所以要开到最下面那一个应该是很难。铁轨的 bug， 一个 bug。看一下哦，那个，越交易越过来越恐怖，有没有？换一点青金石。哦，30等了，又可以附魔了。蚊子安安，我根本没记不起来长什么样了。没有啊。哦，好忙哦。 哎、欸，如果今天这个是在伺服器玩的话，我就直接盖这些东西，然后叫他们去做事就好了，然后就跟牧场物语一样，我盖好分类那个村民的东西，然后叫他们去那边洗绿宝石，然后盖好这个叫他们自己去换绿宝石，就这样子。啊，这个还没换。 绿宝石我就不用放这边了、欸。衣服。 我要来附你了。有啦，水啦，再就是附丝绸之处了，不是丝绸之处，白痴哦。嗯，都有耐久了，然后经验修补，掠夺3。 经验修补，对啊，就小精灵啊。怎么我的声音感觉下面要睡着了？我是真的快睡着了、啊，怎么了吗？这个要，我们这个要加高了。 效率、幸运、耐久、幸运哦。那我们有历史，历史，忘记历史不是等量，应该说是等量。玩具反斗城来了，现在他来了。哎、欸，